早上好，快起床，不要再闷头睡大觉，摆摆手，扭扭腰，坚持锻炼身体就好。饭前洗手，饭后漱口，将细菌赶走，吸烟喝酒，玩具哦，也没什么呀，花花绿绿的骗小孩而已啦。我不同意这位小妹妹的说法。我们在这里卖玩具，那可不一定都是骗小孩子的呀。你的意思是大人也骗？不是，玩具就是留给人们玩耍的嘛，那只有会玩的人才能享受生活呀，你说是不是？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呀。对哦，等会爸爸来的时候我一定说给他听。嘿，叫爸爸让我多享受享受。小鱼，阿吉。真是说爸爸，爸爸就到了呀。快，紧急救助的培训课，快啊，耽误了我好多时间，我们赶快开始爬山吧。爸爸，给我买个玩具吧。又要买玩具呀？伟大的科学家都说过，玩具就是留给人们玩耍的，只有会玩的人才能享受生活。是吗？可是这里的玩具都很一般呐。还是等等再说吧。妈，我不同意这位先生的说法。我们在这里卖玩具啊，那肯定都是有自己的镇店之宝的嘛。镇店之宝？没错，各位观众，当当当当，光剑，绝地武士的优雅的武器。没错，猪怪他也曾经用过。而且啊，我们现在还在进行春季大酬宾的活动，买2把的话，还有精美礼品赠送哦。爸爸，就买这个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礼物是什么呀？送麻绳一捆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礼轻情意重嘛，正好你们上山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捡点柴火嘛。对了，赶紧上山，上山，时间都快不够了。爸爸，你耍赖。我感受到山里新鲜的空气了。可以发光的剑，好漂亮呀！被结实的土包子。土包子说谁呢？土包子说你呢。为了正义，我要打败你。够了，你们别再玩了。走了半天了，才走了几个台阶，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山顶啊？
你身为男子汉要以身作则，现在接受我魔鬼快速登山训练吧。为什么不训练阿吉？男子汉的训练开始啦！阿吉，我们在前面等你。看看，魔鬼训练就是有成效，一会儿的功夫我们都爬到半山腰了。等等阿吉上来，我们再继续训练啊。小鱼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知道，叫阿吉注意安全，爬山的时候慢点，再慢点。我们的小鱼长大了，知道关心别人了。要是他慢点赶到，我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喽。哎，爸爸，你看，有个人从山上滚下来了。爸爸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别慌啊，别慌。我上午刚刚学习了急救知识啊，我们赶快来给他止血啊！快快快！怎么止血？小鱼啊，男子汉要勇敢坚强。你要跟我一起学习紧急情况的救助方法。我们现在没有工具，只能先使用指压止血法。就是按住受伤表面的血管，暂时阻断血流。血好像不再流了。这种方法见效快，但不能持久，只能在紧急的时候用一下。快来，拿着纱布，你来用加压包扎止血法。就是用消毒纱布盖住伤口，然后用绷带紧紧包扎。爸爸，没有绷带怎么包扎呢？你看，把剩余的纱布快速的搓成长条，就能包扎了。刚才的方法只能用于急救，应该把伤者及早的送到医院做进一步处理，所以呢，要及时的拨打120急救电话啊！喂，急救中心吗？小妹妹，你才走到这里啊？你怎么不卖玩具了呀？嘿嘿，说起来啊，我在山上还有一家分店，我正要去补充一点新货呢。这样啊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你用不着这么赶吧？我感觉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有什么事情啊？嘿，我倒希望这一次我这一大包光剑可以被抢购一空呢。爸爸，你怎么会有消毒纱布的呢？早上我参加了野外紧急救助的培训，这些纱布呢就是老师发的物品。爸爸，你真是太棒了。怪不得爸爸知道那么多的救助知识，真厉害。不要迷恋爹，爹只是个传说。爸爸，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只是在这里等待医生来啊？这个情况来看吧，最好我们能够把他给背到山下，就方便直接上救护车了。哎呦疼啊。看来很有可能是骨折了呀。对骨折的伤员是不能轻易搬动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一直让他在这里就这么躺着吧。我们看看附近有没有比较坚硬的条状物可以固定他的腿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折断，用这个先对骨折的部位进行临时的固定。能不能不折断呢？这可是刚刚买的呢。没事，我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光剑啊，下一次我给你们打八折怎么样啊？我们对骨折的伤员急救的时候要注意整体情况，不能只顾局面而忽视其他部位可能发生的损伤。伤员所用夹板的长度应超过骨折部位上下两个关节。那这么说，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把他背下山去了？还不行，我们不知道伤者的脊柱有没有损伤，不能用背的方法把他弄下山，因为有可能损伤到脊柱神经。依我看，最好用担架搬运的方法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要去送货了，再见啊。此路不通，没必要吧？现在他的伤势已经得到了控制，等一下救护人员也就上来了嘛。
救护伤员争分夺秒呀。我们继续安排工作，大家来把钢剑绑成担架，三位男士分别在一侧拖住伤者的肩膀、臀部和大腿，我在另一侧固定其头部，一起用力把他搬上担架。好，开始行动。我是个自私的人，当时啊，我还不太愿意用自己的光剑来做担架呢。可是这位大哥他后来啊，不仅买下了当时我用坏的全部光剑，还大大的表扬了我一番。我实在过意不去，所以把他带到你们这里来，让他感谢真正的恩人呢。哎呦，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你们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哎，哪里你们可真是华佗在世啊，为了感谢你们，我决定邀请你们去台湾旅游。我只是学习了简单的紧急救助而已，这个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嘛。这位胖老板也出了很大的力呀。哪有啊，现在每每想起那时候我的表现，我都是后悔不已呀。所以我拿了两把最漂亮的光剑作为礼物送给两位小英雄。哎呀，只是我的心里还夹杂着一丝小小的遗憾。哪天我应该把我库存的光剑全部都带着就好了。